你要是真的喜欢我吗？嫁给他，离我的目标不就更近了？娶了你，这场游戏我就不算输。我的人生不需要爱情，我需要就是复仇大计中的一个工具而已。只要把他拿下，就能进入绝世集团，拿到我想要的东西。我找了你10年，愿者上钩的游戏，这样才有趣。叶仲觉。 他接近你是早有计划，早有安排，是故意的。莫素晴，你好有心机啊！为了一个女人，你至于吗？无论你做任何事情，我都会护着你。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？因为我喜欢你。 他们不是设计好圈套等你上钩？不用大惊小怪的。你简直疯了！ 还要这样继续骗下去吗？我势力有限，你要是心有不甘，那咱们就离婚。我能原谅你利用我，可我却无法接受你不爱我。你想套路他，结果反被他给套路了，骗子！